来，老弟们打一个白色气球啊！好，哎呀，运气太好了！来，给老弟们测一下距离啊，运气属实太好了啊！咱们离这个那个刚才那条小路啊，现在不都是行人吗？特别远啊，因为咱们用的是测距仪望远镜啊，所以说我操，97米距离啊，离那道特别特别远啊。来，给老铁们测一下这道有多远啊，得有多远呢？200米，看到吗？这么远啊，咱们是不会打到那道边的啊。不会影响行人安全啊！来，让老铁们看看这实际距离啊，现在已经是放大的效果了，咱们把它收回来。刚才的气球就在这个位置，手都刮坏了，为了绑个气球，哎呀，太疼了。